首先，节目一开始，我们要带您前进南投日月潭。在日月潭湖畔有一栋小木屋，木屋的主人来自医生世家。由于女主人不喜欢吃油腻的食物，干脆利用当季水果配合菜肴，创作出色彩鲜艳的水果餐，让客人在吃饭的同时，仿佛呢像是在欣赏一幅美丽的画作。此外，水果餐口感清爽又舒服，庭院呢还摆放了成堆成塔的当季水果做装饰。同时呢，还释放出了最天然的果香。而女主人用心烹煮的料理，好多邦交国的总统可是都品尝过呢。现在我们就带你来品尝这独一无二的水果餐。它比较霸道啊，这还有摆盘都不能随便摆。白色透抽，像是盖房子一样，一层叠上一层，再把切了薄片的新鲜奇异果巧妙地穿插其中，最后撒上像是红宝石的番石榴。另外这道是橘色惊奇，猫骨打成酱，快速和蛋拌炒，然后淋在甜味多汁的猫骨上。这每一道菜肴都像是一幅画，配色、构图，经过女主人上百次的反复研究。食材哦，都会变的，那菜色都会变。我们要找到有新鲜的，还有当季的新鲜还好吃的。走进女主人的厨房，没能闻到一丝臭油味，碗盘也都用塑胶袋包好，干干净净的空间。唯一露脸的是各式各样的当季水果。我们都选好一点的，如果会甜的不甜的，我们就不用了。等一下，我如果自己出去买啊，那没有事啊，买回来整箱被我太太丢掉了，当回料。那你晓得我太太很凶，找我人烦。因为女主人不喜欢吃油腻，因此开启民宿就打起水果主意，将菜肴搭配水果，创作出五颜六色的水果餐。那个下手不要太重，火龙果的话，因为它摆盘比较麻烦，因为我们摆盘的时候有时候抓到它，它有那个伤痕，对，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比较不好摆。但要做水果餐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摆盘和配色都要兼顾，其中摆盘要好看，对待水果就要特别轻柔，以免留下伤痕。火龙果因为色泽深，所以要配上浅色系的鱼肉，坚持不油炸，所以特别来个绍兴酒煮鲑鱼。起锅后拌些香油调味，铺在鲜艳的火龙果上，就是一道色香味俱美的艺术水果料理。这鲑鱼是咸的嘛，这是甜的，甜和咸这样吃起来另有一番风味，而且味道不会打架。虽然水果是平常家里面就都会有的，但是其实它入菜的话其实比较少人以这样子做，那吃起来搭配其他的料理下去比较不会油腻。吃着健康餐点，闻着果香四溢的苹果塔，又坐在20年前老板夫妇亲手种下的小叶懒人树下，用餐成了一种视觉、味觉、嗅觉的多重享宴。他是比较喜欢吃清淡一点的，他不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啊。我们平常喜欢吃的，他喜欢吃的菜的。然后再配合那个口感呢，干嘛？接着说两，这样搭配起来色香味都俱全。夫妇俩13年前就经营水果餐，但客人都不能接受。几年后，饮食观念改变，不负担的料理不仅观光客指定要吃，甚至成为邦交国元首造访日月潭必吃的经典菜肴。马绍尔总统他坐哪里？哦，他们就坐里面那一桌，接到这个通知就很紧张了。从马绍尔到吉里巴斯，再到诺鲁总统，统统品尝过女主人的好手艺。只是女主人总是神隐起来，不喜欢露脸，透过照片才能一窥她的容貌。啊，只有那一次李秀莲来，那刚好在外面就碰到了。她只是巧遇。李远哲来过3次哦，他就跟我说啊，那这个要谢谢我大嫂，结果叫我太太那不吃气，结果那个李远哲跑到厨房。这老板娘坚持不露脸的原因是什么？不晓得，他
他又怕人家称赞他，他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啊。充满个人特色的女主人，话极少，头发自己剪，高低层次分明，衣服也都自己设计。念的是气管，嫁给医生世家的林老板，20多年前从台北来到日月潭，发现日月潭如此美丽，当下就买下一块地，盖了栋伊达少的第一间民宿。哦，我们这个是美国那个原木屋啊，原木就这个没有柱子，就是就只有一根木头，一木头这样叠起来，觉得说这里风景那么漂亮啊。那是搭配木屋比较看起来比较搭配，它2000多万了、啊。2000多万。哎，连还有整地，那地以前就买了，然后地买了已经它隔了7年再盖的。盖了民宿还缺了装饰，大幅的原版油画买不起，于是女主人自己做起画来。有时候到半夜整夜一直画，要画整夜的，来灵感来了，他才会画。那如果没有灵感，那还是画不出来。都人像，那人像的，那表情还有那。他是在画他自己吗？哎，有一点。那有时候看图片，有时候照镜子。透过画作看到女主人的才情，日月潭湖畔的原木度假屋因此一点一滴成型。而原本只是提供住宿，不卖餐点，但客人找不到东西吃，囔囔着跟主人搭伙也可以。林老板家的私房少油料理才端上台面。热乎跟热乎先把它剥开，汤煮在下面呢，把它推下来就好了。他在这一块完全没有吃。老板，你为什么那么厉害？以前在开刀房呢。哦。顾客开刀房的。那在那边是抬手抬脚的。父亲是外科，自己是药剂师，两位弟弟分别是骨科和加医科。林老板教客人吃总统鱼，突如其来的幽默让客人留下深刻印象。吃饭同时还可以闻到阵阵柚子香气，这也是女主人的精心设计。她在室内的各处摆满成堆真的大白柚，用最自然的果香和色泽吸引客人，再加上近百根的黄色蜡烛点缀，夜晚降临，一场烛光晚宴就在湖畔旁上演。每一次去买那个黄色买那个蜡烛，都买一箱一箱的嘛，都拿一箱一箱的。那有一次那就，那个房东就，问我说，林主任，你的庙是开了多大呢？亲切和善的林老板，尽管被人倒债千万，还是和太太用心打造生活美学。在这里，屋里的精彩一点都不逊于日月潭的湖光山色。